彼得要背着苏珊吃第一口日本非常高级的和牛。嗯。Good morning， 又是崭新的一天。今天是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系列，我们来到了老爸的烧肉店。哎、欸，老爸，你们记得这个场景？我记得啊，我是第一集、欸。对 ，YouTube 小酒馆第一集在这。是不是因为我之后后来就没有这个节目？没有，之后还有在拍别人。不是，你不是最后一个。我不是最后一个，好险。好说，没有，至少我是第一个这样。对 对，不要当最后一个就好了。第一个，今天谢谢你的和牛，我们今天要吃和牛大餐。对，我们今天就要跟老爸来分享。我朋友寄一些和牛给我啦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是那个熊本和牛王。的火锅片，哎、欸，看起来很漂亮、欸，因为我比较喜欢稍微有油脂一点。我觉得你这样看不出来，我先顾一点牛肉，你看。我有另外买前都啦。对啊，你看一下，哦，什么东西？对，所以这不一样，而且我还准备了两个等级，一个是大众，一个是沙朗。对，没有比较，没有伤害，好可怕。哎、欸，然后还有这一盒，这一盒我觉得也是很，这是老爸应该会爱的、啊，因为你们店里也是很畅销的产品，伊比利猪肉。哦，这伊比利猪肉，哦，啊，试吃好吃，你就跟他进了。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再推坑，这个感觉也是薄的，这个是这样子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对，这也是火锅片，那是火锅片，它是火锅片。那其实我们这两个用煮，用穿烫的。对，然后还有一个是厚的。然后这也是熊本和牛网，哎，可是这个我很怕我料理的不好，因为它是冷冻的。哎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要找你吗？因为我不太会料理，我常看你在料理一些牛排的料理，什么酥肥啊、煎牛排啊、Costco 啊。所以我今天才找你的、欸。可是和牛应该不能酥肥，我的感觉。啊，酥肥定义就是大概在就50度上下，然后很长一段时间。可是我觉得和牛，我怕用酥肥的方式，它会不会油脂就跑掉？可是它这好厚、哦，等我等一下我们吃到3:30，我的厨师就会来。哦，这也是一把，我跟他求求哎、欸，可不可以拜托？因为你也知道，员工上班的，对，员工上班的，我们可以先吃火锅、啊。哎、欸，我今天这一集我都没有跟苏珊说我们要来吃和牛，真的还假的？就是因为我想说我们今天先试试看，然后你比较会料理，我先吃了觉得好吃之后，我再买一些回来放。这个感觉是真的油花又更漂亮。如果是我啦，我可能比较安全的做法可能是再切一刀，让它再分成两，再薄一点，再薄一点，然后用煎的，然后不要煎太熟，就两面都有煎到，对，然后就起来就可以吃，可以。你看这样子，这样看要感觉那个更美，哎，真的不能被苏珊发现，他真的也很爱吃和牛，他等下说为什么没有他？其实我有点紧张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可以耶，所以算好切，刚才这样应该是4公分到5公分，那现在可能在1.5到2公分，这样比较刚好，感觉比较安全。我现在还不知道它的价格，我们等一下吃完之后再来猜一下，你觉得它会卖多少钱？没有火锅滚的，我们可以先吃火锅。好，然后我把这个放好，要收干净，不然我会被员工。那当老板都会怕被员工骂。我猜啦，这个应该是最贵。最贵是这个、哦、这个和牛那个熊本和牛网。对，没错。那哇，这不要太久，这是一下下。好，你就吃它肉的原味啊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样可以，真的这样就好。从最贵的吃到最便宜的，然后我也来刷一块给我自己。哇，我之前去吃那个澳洲的和牛，还是有差。日本的还是比较好，日本真的是好吃很多，对，但价格也差很多，差非常多。日本的还是比较好。彼得要背着苏珊吃第一口日本非常高级的和牛。没有，我这个真的好吃，我马上买两盒回家煮给他吃。哦，和牛，吃一下。嗯，很甜，很甜哦。千万不要加任何调味料，真的吃原味，而且三分真的不能太熟。你要吃看这个，可能有点过熟，没关系，下一块再来。我等一下就吃这个。好吃哦，就是三分的，就是酸三下就好。哦，真的，真的好吃哎。好，那那不行，有比较才会有伤害。哎、欸，我不要，这给你。不，这给你。等一下留着你晚上吃，可以我吃这个就好。不然我吃这一盒，你吃这一盒。可以。开玩笑。好，老外吃看。好，我吃一点。哦，真的好吃哎，我没有胡话。真的好吃吗？好甜哦，我喜欢吃那个牛肉的甜味。那它那个油脂又不多，你看起来好像很油，但它分布很均匀。嗯，好吃，好吃，是好吃的，对不对？我这块有点过熟啦。嗯，我觉得它肉味啊，跟美国牛有非常
明显的不同。嗯，我个人认为啊，它是比较清淡的那种感觉，可是本身的油脂啊、分布什么是很均匀的，吃起来是口感非常好，对，然后不会咬到筋啊，对，蛮好吃的，真的好吃。天哪，哇，好奢侈啊！我刚刚吃那样下去，我猜这盒要900，差不多哈，要真的900，因为和牛差不多都是这价钱。好了好了，好好，很担心有没有？我非常担心。其实他推荐我是可以用烤的，它也是有一点点厚度，所以如果烤三分熟，其实还是会不错。嗯，这是好吃的牛的味道，比我上次去那个哪里啊，名古屋，名古屋吃那还好吃耶。接下来帮我吃看这个。好，我的伊比利猪。我们的肉商是跟我们讲，伊比利猪也不用全熟。哦，对对对，他说，他说三分熟哎。对，可是我还是会习惯让。我第一次听到猪肉。对。其实我们的肉上也是这样跟我们讲，那只是说我们还是习惯让它稍微看起来不要怕爬，因为小时候妈妈就教我们猪肉一定要全熟，对，感觉上比较安全。嗯，因为猪肉比较牛肉，那个菌好像比较多一点。对，好，至少这样子啊。嗯，这样大概也有五分的啦。有，就是不算是那种熟很久。对，伊比利猪其实是比较带有比较 Q 劲的。嗯，也是好吃，好吃吗？嗯，好吃。嗯，当然你在和牛后面吃，可能跟和牛的口感是完全不一样。可是以猪肉来讲的话，其实它各方面来讲，真的比较不会那么干，不会柴。我本身本来就不喜欢吃猪，喜欢吃牛。嗯，对，我也不知道这会不会好。嗯，好像真的可以再深一点。对，对，它比较硬一点。可是我现在咬到后面，它那个猪肉的味道有出来。就是不是臭臭那个猪肉味，是蛮伊比利猪比较带有一点点奶香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有点那种奶香味。我刚刚形容不出来，对，就有点那个后面越嚼的时候，嚼到后面有点奶香，妈妈的感觉。在数。好了，我们刚刚吃完了刷刷锅了，对，好饱。我真的不确定这要怎么弄比较好，反正我们就是照我们的方式啊，那稍微煎一下，我觉得火用中中的就好。不要太下油吗？下一点这个边边下去了。哇，煎牛排就是要冒烟。其实我是有点担心，这个我要煎一小块试试看。哦，这个油，你先煎一小块哦。对。你这样看起来很有酷炫。这个是烟雾弥漫的那个，是完全不用特效的。对啊，这个很有 feel 哎。但我员工来会不会以为我把它吃火烧了？真的把老板正在把厨房烧了。我们先煎一块啦，然后来吃吃看。三分熟哦。好，我尽量。因为它太厚了，所以变很难去。其实越厚的需要越大的功夫啊。对，我觉得快好了。对，我觉得再一下就好了。我再过个15.8秒再来翻面。好，15.8秒，不多不少，不能少也不能多。好，14.8，15.8，翻面 ，perfect。好啊，煎面大概12.8秒，然后就可以起锅了。对，我拿一个盘子，然后摆盘。哎呦，摆盘也很重要。没有摆盘，只要摆盘子。哇，和牛王。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薄面哦，剪一个薄面。这应该是三分熟的。我觉得差不多，我们没有弄很熟。对，差不多。有三分，差不多。先吃一点看，有没有办法咬？因为这蛮深的。很深，非常深。我们先吃一小块。我们看看感觉。一人一块。我跟哥讲，冲起来是冰，好冰哦。可是吃下去还 OK， 真的好好吃哦。对，有入口即化的，然后有焦香，可能温度再低一点点，然后时间让它稍微再久一点点。因为我旁边的那都是油脂，对，油脂超冰的，是冰的，中间差一点点，很像在吃生牛肉的感觉，但是就有些肉你知道煎不熟，你会咬不烂，对，可是完全咬烂。我是比较喜欢煎的哈，因为我多一个煎的味道，对，我喜欢有一个煎的味道。但莫名其妙，我第一次吃就是这么冰，可是咬起来这么软呢。可是我觉得是不是可能是因为我们退冰的还不够久，因为我们这块是冷冻。对对对对。如果说再退个半个小时、一个小时，就这样煎一下，可能就完美。对。那可是如果现在这个状态再煎下去，又怕太熟，对，怕太熟。对，先把这块
刻掉。哇，很难想象哎，你这样看它，这就是很深啊！你看大家看一下，我平常比较少吃这么深的、哦。对，你看很深，非常的深哦。哎，苏珊，有听到我们的呼唤吗？真的真的非常的好吃，而且刚才彼得一直跟我讲说他要把整块都吃下去，没有要带回去。剪开来不行，我回家马上，等一下马上订。我们先看多少钱，然后等一下马上订。马上，你们来看一下多少钱啊？应该不便宜啦，这一块可能要个1500到2000。牛网，可能要2000块，1500要。对，好了，要来了。刚才我们那个西班牙伊比利火锅片，对，请出价。我觉得那一盒多少钱你会买？600，600会买？400。400哦，以后就进他们家，成本超高，要卖多少钱？和牛的牛熊本和牛王雪花火锅片，请出价。我觉得因为 A5 那一盒的分量比较少，对，我觉得那一盒也是只有六片，400-500我会买，410，对，我算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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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来最贵喽，最贵熊本和牛王，我觉得这块菲力牛排，请出价1500。1999，我自己认为这个是最好吃的，因为我觉得和牛要有一点点厚度，然后你就可以吃到它放到嘴巴那种融化的，在你嘴中散布的那种感觉，那个香味。对，那这个有厚度的比较容易感觉到。我觉得会料理的人搞不好可以有办法，就是料理这么厚，搞不好口感会更好。然后我们是因为比较不会料理，对，切比较薄。那如果你会料理的在底下啊，不能留言。你非常如果在脸书看到的话，记得在脸书留言告诉我们。来我们家煮这样，对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没错没错。我觉得啦，苏珊应该跟我一样喜欢吃那个410的。没有，我觉得他喜欢吃这个。他你的网站有没有3500的？我看一下，哎，应该有。我就一直跟你讲，老婆就喜欢包包，现在老婆就是喜欢顶级和牛，知道吗？哎、欸，还真的没有再贵的，再贵了。我们这是最贵的，这好吃了，1900。我吃了，我的感觉真的是好吃。好，今天感谢老爸陪我们吃和牛，我们等一下有一块，我们等一下会把它吃完，应该没办法带回家，回去马上下单，马上下单，回去跟苏珊说这个很好吃，对，值得推荐，拿给他吃，好吃好吃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到这边，如果喜欢我们影片，要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哦。下个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有点担心，哎、欸，这个我要切一小块试试看，这个油，先切一小块哦。哎、欸，这个很有这个是烟雾弥漫的那个。